大家好，冰冰，我们现在在陕西的汉中，今天早上我们特地没吃早餐，准备去享受一个汉中三件套。是哪三件套呢？就跟我看看。我们现在到的是中营坝巷，这边有卖好多小吃，我们去买点，然后去另外一家粉皮店去吃早餐。汉中有名的是核桃馍，然后它有卖大的，有卖小的。我来两个小的吧，老板，多少钱一个的？全核桃是2块的，普通的是1.5块。这是什么饼啊，老板？大核桃馍。哦，大核桃馍。核桃包里面的。哦。也软的，湿的。哦。看着没事没事。看还不疼。哎呦。这好多机关啊。忍不住先吃一口啊。好香啊！它外面包裹着好多碎碎的核桃碎，然后里面是有点软软的、酥酥的。嗯，是咸口的，我以为是甜的呢。那留着等会儿吃。老板，这个是锅贴吗？啊，这个怎么卖的呀？1.5块。啊，都是1.5块。嗯，好。汉中的锅贴特别跟我们想的那种饺子锅贴不一样，它类似于花卷，底下是煎制的，然后里面是有包一些什么料的，是吧？3块。嗯，谢谢。自己找钱。自己找钱。自己拿钱。好，拿啦，谢谢。嗯，走了。西藏的零钱还没花完。快了。我们从中营坝巷出来，拐弯这边有个周家。大辣什么凉皮店吗？我们去这儿吃，旁边的那个小菊帮帮面也是很有名气的，我们改天来吃，今天先吃这个。人还蛮多的。我们点了三份主食，10块钱，这边的物价真的是很便宜哦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点的菜豆腐、热米皮还有花生稀饭。肉米皮吧，它是一整张有点像肠粉一样蒸出来的，然后切挑在这个碗里，有点像凉皮，又有点像肠粉，味道怎么样？那属于咸口的。这个是6元，这个是2元，那个是2元。我给大家表演个吃生煎，它里面是有馅儿，每家调料都不一样。好，酥酥脆脆的。这个生煎就好像是那种锅巴馒头的感觉，就这只锅巴黄卷儿，好吃。另外一个包子锅贴里面是粉条、肉、芸豆，这是道炖菜包在里面了，然后煎的，层次好丰富啊，好吃。喝一口，嗯，这个放点糖，它就是一道甜品了。花生的味儿特别浓，花生稀饭我第一次喝，上面有点白白的，像奶一样。我能吃口你那凉皮吗？这是我的吗？这不是你的吗？它好大一坨，而且是弹弹的。嘿，是这种的。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有点像吃汤汁的肠粉。豆腐好吃吗？嗯，我不太喜欢吃豆腐，但是我尝尝这菜豆腐吃。那你肯定不愿意吃，因为豆腐味太浓了，它就是豆腐。那我蘸点汤汁。对，蘸汤汁行。我爱吃豆腐，这个味道我就完全接受。嗯。就好多豆渣的感觉呢，好像有点就是磨完豆浆的剩那渣的。我们先吃饭了。这一点肉没有啊，这些。早餐你要什么肉？行吧，凑合吃吧。吃吧。我们已经把早餐吃完了，还剩俩馍回去吃。全让我吃了。刚刚吃撑了，中山街这边美食真的超级多，但是我已经太饱了，我们打算去逛逛。逛完了之后消化好了回来再继续吃。这边红旗说的特别多，正倒进去这个。我们现在到了万邦时代广场，我想要喝两杯咖啡。冰冰来要做一个拉直头发，不知道能不能好看。做完了看看。好看吗？刚做出来会有一些愣愣的。你怎么好像换个头型就变样了呢？说不好。嗯，那就不够。那先去吃饭吧。好，是，看看汉中的房价。丈夫老两口，房主是2400。啊？这不是房价啊，是工作呀。55万。这个是好一点的，万邦时代广场。这是5400一平，75万，三房两厅，价格还可以。均价
大概是5000多到6000左右。咱们现在去吃中午饭，嗯，心情不错是不是？是，我们到了惠民铁锅洋芋米饭，哇，人好多，都下午几点了，人还这么多。那我要一个洋芋米饭，一个米粉排骨吧。嗯，其他的全都没了。我本来想吃汉中熬菜的，熬菜卖没了，米粉肉也卖没了，扣菜也卖没了。出来的。哦，谢谢。粉蒸排骨、洋芋米饭、小菜。这个是什么汤？米汤。米汤。嗯，这个粉蒸排骨看不出来像排骨啊。嗯，油香油香的。看这个土豆，外边这个是焦焦，是脆的。哎，排骨肉。我第一次感受到肉化在嘴里的感觉，这个好香啊！怪不得他家生意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肉，好吃。怎么了？唱。就吃啊，饭光菜光，26元吃饱了，我们回家。现在室外温度30度，我们晒冒油了。我们回家了，39度啊，挺凉快啊，比外边凉快。哎呀，舒服。凉快吗？我们准备洗洗涮涮。就睡觉了。啊？哎，几点啊？3点啊。好。昨天晚上太热。今天就这样喽。明天再有请，伴你好心情，感谢大家点击、关注、评论哟，拜拜。